难点让人始料未及的尴尬。如果你彩票中了20万，你会干什么？我租个场地收破烂。那10万呢？借10万租个场地还收破烂。那100万呢？100万先吃喝玩乐，剩20万。然后呢？然后租个场地收破烂。谁那么没素质啊？丢垃圾到处丢，丢就丢嘛，丢到我车上，真的是，丢的什么玩意儿嘛？啊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。是谁丢的楼上啊？妈还丢到我车上，你们看嘛，这什么玩意儿嘛？你真的是一点素质都没有。Nice。咋了，宝贝？哎，进屋了啊。给我等你啊，等你啊，等你啊，哎，干啥呀？你啥时候进屋了？哦，你说我早上躺下了。那忘了谁呀？我妈来了。完了，爸被欺负了。到了，咱们家女生穿裙子一定要注意防走光。来，琳琳给大家示范一下如何防走光。来啊，咱们看，这么蹲下呢，这面就露了；然后咱们这样蹲呢，前面也就掀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咱们得这样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看，前面、后面都挡住了，优雅且端庄。你别怪我今天给你干的。叔叔你好，我来找冬瓜。叔叔你好，我来找冬瓜去玩。嗯，就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阿姨你好，我来找叔叔去玩。可是人家是为你服务。怎么了？我的脚很臭吗？不，七分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。亲爱亲爱亲爱，这给你啥？你天哪，就好丑了，恶心死我了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啥子呢？啥子呢？你们要是老板，你要是老板。姑娘，恭喜你要失业了。穿黑丝有啥好处呢？有啥好处？能防晒，能防火，还能预防静脉曲张，能吃点实际点的好处。实际点的，实际点就是每次晚上黑丝就是我吃。你这么现实，现实点。愿望是能嫁个老公。我就问你，瓜甜还是不甜？你为什么要骂人？苦瓜，你说甜不甜？走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外面下雨了，我老婆还在等着我去接她。真他妈不是个东西！喝酒怎么能不行呢 ？Nice。老板 ，A 八买单。啊、哦，一共101，1块钱赚了啊。好嘞。啊？我刚才说多少钱？你说1块钱算了呀。行，我认了。欢迎下次光临啊。好嘞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门票发票吗？什么？跟老人在一起。我说你听我说。有什么事？太过分了！你帮他擦汗，你给我擦什么？给我擦的。哎呀，他是我爸。我操！他是你爸。你爸来了，你不是在爸来说我的爸爸来说。
没事。惹你！不不不，我不爱吃玉米。女孩子要注意形象，不然以后怎么找对象？明天赶紧给我相亲去。走。啊，你不能瞎吃。不是，不不不，你自个吃吧，我自个家。我们内蒙喝酒有个规矩，我先介绍一下桌上的几个朋友，然后咱们先喝一圈，喝完之后你能说出他们的名字，就是认我们这些朋友，我们自己喝一杯，要是说不出他们的名字，就是情谊还未到，你得自己喝一杯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从你旁边这位开始。你好，我叫格拉苍龙拉丹张木苏丹。我叫乌雷金乐，这是你冷吗？哎呦我的妈！送到男厕所，你取上了吗？我已经取上了，没办法呀，我刚甩大厅没人要。那这也没有其他人了呀，但是这个单现在改不了。尾号3156的顾客在吗？在停车场口。你这男厕我也给你送不进去呀。你想办法把楼上给你了。哎呦，哎，帅哥、啊，等一下，你帮我把这个烧进去吧。那顾客说他在第三个坑。好，谢谢啊。中间用餐。上一年级是吧？喜欢上学吗？上课能认真听讲吗？老师表扬你吗？表扬我多。那你是一个好学生。期中考试了吗？考多少分啊？语文多少？14分啊。哎呦，数学呢？哎呦，挑战一下龙吸水。这个效果怎么那么好玩？完了，翻车了。这箱奶多少钱？70。给你100。找你30。不对呀，30不应该3张吗？你这怎么1张呢？那我再找你2张。哎，不对呀，老板，你这3张怎么不一边大呢？换2张。谢了，老板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起来别睡了。好了，我和你姐已经分手了，她刚才已经收拾东西走了，你也起来收拾赶紧走吧。都才几点啊就分手？我不是分手还管他几点啊？分手你分手就分手，大不了我接着给你出呗。老公算了。像个小宝贝儿。
来，我们看这个床垫啊，看床垫，不要看腿，看床垫。整个床垫是8公分的，然后里面的中垫是5公分，这个腿的厚度是。我要穿衣。你要穿衣啊？是啊，是你。10块钱一次。你信不信我把你收了？我不信。我喊你一声，敢答应吗？我为什么不敢答应？傻逼，大傻逼！哎呦我的妈！我见着你没带嫂子了。哪儿呢？你往后看，这黑色小短裤美得不可方物。得了，不至于。你懂什么叫一眼定情吗？你看这腿，比你哥命都长。那还等啥呀？小点声，小点声。周围这么多人呢，那你不去要微信呢？要微信那是最低级的搭讪方式。一会儿你走了，你可别后悔。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，没有遗憾的人生，那才叫遗憾。你就是怂，哎。我始终相信，命中注定相遇的两个人，一定会相遇。你现在是又差又怂啊！快闭嘴吧！你们能不能小点声说话？别拍了。